害怕的人，坐车的时候经常有。拿几件衣服给染一下色，我带了一件李维斯牛仔裤，带了一件短袖，可以把它染成黑色，因为李维斯我那条是646是没有黑色的，想要一个黑色的又覆盖很大的那种，所以就实践啊，给大家拍一期视频。哦，主播的人家端午节活动的枪能，感谢感谢感谢。这个织完，我跟他换。这里穿线，这都是一步步自己设定的。这个颜色流沙斯基斯，四方马衣服。这是一般用来干嘛的呀？这个织好就是放上去看。这你可以当草莓巾啊。对，这个能织地毯吗？可以，但是要更大的衣服。好吧，这个好吧。都要了解的，今天是来学习了。就是所有的染色都在这里是吗？对，这边是那个就丝网印的那个网，哦，就是用这个机器来崩框，然后丝放在上面，然后就绷住了。哦，里面是暗室。对对对，感光室。哦，上面有图案。这是关，你们也可以自己做是不是？对对对对，厨房如果能有这个一半那就好了。真有灶台烧的啊？对，哦，对了对。啥都不知道就开始搞，黑色的这个亨瑞领，咱期待一下吧。你得把它压进去。哦，对，热的，热的，热的。哦呦哦呦！啊，回头对一下。烫吗？哈气，哈气，哈气，哈气。想不想不想？因为不是蓝染，所以不需要手套。蓝染其实也，我们都不用。你们蓝染也不用手套啊？这么屌的？对。哦，是搅还是压下去啊？先是给它焯水，完了之后等它30分钟炖烂。啊，麦门，这里的都是麦门信徒。焯水，死啊！对，忍者神龟确实。我操！再洗练。啊，洗练。等个30分钟之后，就会让你要染的东西变成一种更好上色的状态。一会儿染的话，是还要放到一个水池里泡，是吗？换这个锅。啊，换个锅。对。好玩，我也要玩。对。哦 ，sorry。你到了。就底部没上，那里能看见。那你可以再煮一会儿吧，我觉得再煮一会儿吧。結構捨てたから。どうにでる。これは。やばい、これはやばい。大丈夫。だから、これつけとくと安心。这个金属的帕兹比那个多，但是我觉得挺帅的。也好复古。香，真的看着就香。卤了一下的。嗯，卤蛋，花臂卤蛋。
お塩と天つゆがございます。はい、一緒にお食べ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わあ、一口。One bite. One bite. Yeah. No.口味很丰富啊，就海胆的味道和金枪鱼的味道分得很明确。嗯，香啊，炭烧。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好，一会儿给我们上一个海苔饭，然后就是拿这个像剥琴弦似的一个小勺子，然后这样给它刮下来。哎，哇，拉丝儿的。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刮骨疗伤”，疗毒还是什么？是吗？有点像。这个都是赤身啊，瘦的部分在骨头旁边，也是鱼味最浓的，应该巨鲜，真的巨鲜。你去海里抱着鱼啃的那种感觉，是。Yeah, this is how we do. Yeah. C'est comme ça qu'on fait en France. I'm speaking French now. That's from pour la France. This is how we do. Yeah, this is how we do. Oh. C'est comme ça qu'on fait. That's fucking hot. I want to learn that. Why is it that fucking Yo, hot? Yo, French is fucking hot, bro. Yeah.That's fine. All right. Yeah, yeah, yeah. 这上面的肉，哦，这还没刮干净，得吃下，得吃下，得吃下。啊，有点太撑了。我操。干进去。真心疼我衣服。Hello.汤汤妈来到了这个二十二第一美术馆，我们的 original 这个独创性的一个展，独创的力产品设计的展，这些产品具体有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家具啊，餐具啊，玩具啊，还有日常用品、洗漱用品、气道香皂什么，这些都包括在之中。红砖，然后现在他给贴了一个这个，这是他的门票，挺有意思的话，贴在这里，里面可以拍照，可以录像。然后不织布织成了一个外衣。你看它像什么？是不是很像星星？就是有点像。对，最下面一层是最亮的，中间要上，上面是最暗的一层。有三种阴影的感觉，这个灯的灵感说是从自然界取的，我觉得就是果类，不是真果就是果，可能有这种感觉，这是玩具啊！我真的以为它是切菜板。Been through many phases like mazes, still we found a way. I never knew a love that wasn't painless. Pouring out my heart was always draining. I gotta say, now every day is indigo raining. Yeah, this a brighter day. A lifetime I provide for you, by the way. Don't you forget that I would die for you any day. Right here, right now, what you gotta say? You ain't gotta lie now, it's the bet we made. 刚刚看完了这个 The Original 的这个展、啊，那我对它的理解呢，其实就是它设计啊，它不一定非是在历史上没有被人想出来，它可以是一种 homage， 它可以是一种 redesign， 它也可以是一种 update。我看完感觉备受震撼啊，我非常推荐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展，二十一、二十一美术馆。好玩。应该这样拍。完了，我屁股太大了，这个有点撑不下我。哎呦，是不是挤的两边很疼啊？你停得好快啊！哦呦，帅哥！拜拜。拜拜。
是一个这个亚洲前五十的一个米其林餐厅 ，Flory 是一个法语词，不太会读啊。看看它这个味道怎么样吧。我感觉我最近一直在吃，已经逐渐变成了一个就是美食博主啊，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海味的公司没有鱼鳞，这个呢？这个是三种虾混在一起，然后这个是一个什么鱼子酱，混的前菜，是用酒酿蒸的馒头，他说。怎么来给你们描述啊？词汇有点贫乏。它里面有鲜味儿，有甜味儿。它跟因为这个鱼子酱用了什么一个日本的榨菜嘛，就做成了一道冷菜，还是挺爽口的。但是这个馒头就是个馒头，稍微香带一点香气的馒头，没吃出来什么特殊的啊。百合根和松茸，上面淋了鸡汤，米汤做的像蛋黄酱一样的东西，不喜欢吗？味很浓哎，这真的像蛋黄酱一样的味道，而且好甜啊，不错。我第一次了。哦，少有的肉菜，有两只虾，开心了。开心。First we lost, then we kiwi the orange peel and orange. 熊猫猫的馬の肉を使用したタルタル。能吃吗，宝贝？可以，很好吃的，很好吃。こちら本日のメイン、アカシアの方で登場します。ちょうど切り分けまして、他のテーブルのお客様とシェアをし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で。岩手县的鸡主食其实就是鸡胸肉和菠菜啊，也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鸡吃起来有点像鸭子的味道，说实话，其他都挺好吃的，主菜不太行。果草莓，来尝一尝，好甜啊！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很好吃的，但是它草吃辣椒但是不会腻。这草可以吃吗？你试试看啊！我不想吃，你在坑我。怎么有种草莓糖的感觉？不是说像那个吗？而且他说有那种肛门，就是肛门的感觉，那种粘牙感，确实不错的，好吃，好吃，好吃。我喜欢这道一个小甜草莓，给今天的晚餐收一个尾。那个 Accessory Museum， 东京的这个首饰博物馆啊，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地方，在幕黑这个区域，就是有三层，里面有各个时代的首饰品的展啊，还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他们和衣服的搭配，还有 magazine 一类的。来，我就不说话了，你们将欣赏一个小时的纯粹的首饰的展示，就是在视频里走一遍，我不会做任何的介绍。That's it， 拜拜。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里面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吧。这个是书吧，这个好精致啊，看看挺美丽的吗？很舒适的吗？小小有什么感悟，有什么感悟吗？学到了。我觉得那交通工具那些挺可爱的，看到了很多虫子首饰，很开心是吧？对。为什么呀？手机上。哦 ，antenna。哪个东西？天线。嗯。上面的首饰。我靠！这么帅。
就有点像之前的 iPhone， 它不是那个按键、Home 键，它上面会贴一个那个，就有些人会贴那个东西，Home 键。哦，我知道，知道，知道。然后有点像那种东西。对对对，这手机上的有点帅的。你看这个，这个，这个就是手机上贴的呀，对的。对的，没带手机这个是。对的，帅的。你们以前没贴过这种东西吗？真没有。我贴过啊，翻盖手机，我也是 Y2K 的，我以后这是真 Y2K，Y2K。歪的，我第一个手机就是那个，给你拍照，三星的，我用那个什么儿童防走失，就是一个，它是一个小的，像兔娃鸽子一个大小，我上面只有几个键，有游戏，还真有游戏。做标本和做首饰没啥区别，然后比如说你要想怎么样弄得好看，扣地内向，虫子本身就很好看了，是吧？这个还是低筒，牛了，像路易威登这种温特的老花的箱子摆一排真的很帅，这种旅行箱。牛的。